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让大家了解狼和其他动物的关系，了解狼本性，了解狼的生活，咱们一起去见证一下，走。哥，所有的家里面老铁们，咱们看看那个狼见了骆驼是什么反应。Round one. 就这。去上。上。嘿嘿。来，现在把它放开，走你。Lady go， 他不干骆驼去哪儿呀？他不干骆驼去哪儿呀？啊！哦哦，咱们见证一下，他是会挑衅的，因为他是单兵作战。如果是他们要是一个团队的话，就是一匹骆驼也不是他们的个儿。狼那个动物很聪明，他不敢挑战比他太高大的动物。看看骆驼见了狼什么表现。KO， 他害怕了。所以说这个狼见了比他高大的动物，他是心里是有所担心的。点赞加关注加转发，谢谢大家。